真是个变态。谢谢五二杀手兰迪奥顿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只有20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中奖的概率还是可以的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然后参与完事以后呢，你可以送点荧光棒啊，记得荧光棒不要忘记送了，可以增加一下这个粉丝牌的经验值。全军出击，谢谢，别闹，快吃药。谢谢玉版隐形的兔子腿，球球不是那个球。怎么参与？办卡参与啊！我们是无头骑士，我好像有头。打个奥恩，滑了一下，再滑了一下。我们不打人，我们打人被小兵打。别急啊，滑了一下，平 A 吃药往前走，滑了 A 滑了 A 滑了 A 滑了 A。还有30秒开奖啊！不带疾跑，感觉这银马现在不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先去查个眼，防止这赵信二级抓我们。进草，等一下，学个 W 开起来 ，AQ 再 A 再 A。哎呀，这波我怎么感觉我有意呀？哎呀，这个闪现都没打出来，确实不应该啊！我寻思我有意呢，我没意呀。那这波直接杀了吧，驾！耶嘿！换了他。老弟，这波兵可以不收的，其实。哎呦，这要干起来了！我们直接走上线吧。谢谢遥望深渊。恭喜嘉乐小助手，抽一下，抽两下，走位，抽学抽 ，W 开起来再抽，平 A，A 抽往哪撞呢，兄弟 ？A 抽再 A，Q A 架 ，Q 死。回头踢不上了，我的好兄弟呀！啊，你不是还想收我的车吧？回家了，先买个皮孩，银马皮孩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皮孩红宝石，出门。驾！我们可以试着去一趟中路试试。皮孩等于攻击力，没错，银马皮孩是相当重要的。这一把水银孩了，一会儿我们可以直接传到这个位置，把对面下路杀了。抽一下，这么的吧，这波我直接传去下路拿个双杀得了。这奥恩咱就不杀了啊，
一会儿咬眼儿消失了。直接上来，驾！先杀的日女儿，哎，因为日女儿可以控我们，日女儿死了 ADC 也得死，俺们家的 ADC 挺晒呀。直接回家，这波回来我们还能吃到线儿。如果刚才这波线儿没推，我们让奥恩推过来，我们就亏了，知道吧？走了，驾！完全是必死，回来正好吃到馅儿，哎，舒舒服服。这波奥恩敢在我塔前再吃一个兵，他就死。完了，我好像出错装备了，怎么办啊？啊，这个装备不是用来出三项的，哎呦我靠！我出错了，难不成我要出分离者啊？看看啊，出错了。分离者感觉上单引马出分离者不太厉害呀。W 开起来 ，Q 一下。可以游走游走，去趟中路。走，去一趟中路，正好卡特没有血了，我们直接过来啊。来，疾跑开起来。驾！我的人头啊！收完人头回上路。分离者是加穿透的伤害， Q 的伤害应该会比三项高一点，但是没有攻速，不行得留着出血手吧。要不其实前期出装备很重要的，出错了很难受。来，我们再游走一波，看这卡特敢不敢上来啊。反正这奥恩也不跟我们打，打不打已经无所谓了，我也不跟他玩。踹他一脚，驾！扣一下 ，W 一下，扣一下，等他创。哎，你想创羊那不好使。等羊过来，我们一个 R， 把他 R 给他打断。多少钱吧？三项2633，这走了。可以分离者，那出这个试试吧。那出都出了这么地儿，分离者还得 A 人，没有那种飘逸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也不加速，出就出了吧，没事。出完以后再出个板甲。
驾于死亡之上。哎，等他再往前一点啊！驾，他好像知道我来了。我最少有120个英雄不会玩，那你有多少个英雄不会玩啊？会不会玩你得分怎么个玩法。你要是跟你比，我玩啥都会玩。还真不是我推。哎，点一下。不知道这卡特打不打啊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我这踹一脚还加30多点血呢。哦，贪欲猎手。我们贪欲猎手都40了。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见过对面的赵信上哪去了，怎么没人呢？我今天就硬拆了。我才看见这赵信，头一回看到这赵信，这他们不得抓一抓我啊。蓝不太够用啊，先插个眼儿，这边回家了。板甲呢？板甲现在拿什么合呀？哦，拿这个，想起来了。先传送一手，加热。剩一个了，这疾跑得开起来了啊！先把这奥恩杀了 ，Q A， 平 A Q 一下，勾他，好勾，驾，咦，吹一波 Q， 来了一波吹一波 Q。打个蟹吧，这差了800可以出血，等我们板甲出完可以说是无敌了。现在看起来还不是那么特别的飘逸，但马上我们就无敌了。先把他塔给他拔了，踹他一脚，驾，头硬啊！跟赵信打一波啊！没蓝了，嗨呀！这也太缺蓝了，这我们需要个男 buff。 卡特出什么玩意儿？出破败呀、啊、我就应该出可血战斧，我出啥也没用，我出啥刚才我们也是死，我现在就需要个男 buff。快点给我个蓝 buff， 移动速度444。
打完蓝我们就无敌了。刚才有蓝我全杀了，所以说这银马还是得打野，你知道吗？不打野没蓝。来，下路我们来一波一打五。别怕，别怕，别卖，别卖，别卖，这波可以打。驾！先杀赵信，再 A 奥恩 ，Q 一下，往前追来。别怕 ，Q。先杀卡特，驾 W 一开。Q 接一个平 A， 先杀一个，再 Q， 回头 Q 不着人啊！这也来人了，谁来了？蓝枪来了，不对，哎，可以杀对面 ADC， 过来一脚给他踹死！兄弟，得先撤一手了，这不能再上了。我们先干着赵信啊，先把他踹到墙上，日女儿打不过我们没事 ，Q 一 A， 平 A， 我们征服者满城 ，Q A， 回血来，疾跑开起来 ，Q， 再 Q A， 驾，我也拦不住了。给我杀，杀卡特。Yeah! 这要有个蓝 buff， 你瞅瞅，无限的杀风。所以还是得打野，他必须得有蓝 buff， 没有蓝 buff， 这英雄蓝不够用。